有幸福的彩虹，是属于你和我编织的梦。轻轻乘着风，甜蜜的遨游，青春的梦想手中紧握。不怕孤单寂寞，不怕泪水坠落，我要飞越世界，勇敢的承诺，坚持最初的梦，幸福在转角等候，七色的彩虹点燃心中悸动，闪耀的梦照亮你和我，化成幸福的彩虹，张开翅膀，天地让我风游，穿越绝望，坚定的翱翔，绽放无限的笑容，青春梦想属于你和我。迟了，真一他几次好像真的不高兴了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次是你的错，射箭要非常专心才行，你在旁边拍照那当然打扰他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还能去射箭馆去找他吗？我看你啊，还是改变一下战术。战术？嗯，换什么战术啊？变主动为被动啊。你想啊，你天天主动去追他，人家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儿，还嫌你烦。但是你要几天不去找他的话，他反过来啊还会主动找你。真的吗？嗯，哎呀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，你试试看不行吗？你坚持三五天不去找他，哎，他没准啊过两天还真会来找你。还要等三天啊？太久了，奇怪你那没出息的样。默默，到点了，走吧。你们先走吧，我再练一会儿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拜。默默，你还在呀？你真刻苦。你也是啊。喂，王老板，哎，我下来。
前几天我还跟你联系了呢。啊，哦，我问您，哎，我们舞蹈团啊都很专业，绝对没问题。我们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编各种现代舞。哎，你们商场不有很多品牌吗？肯定会有很多活动。啊，那我们晚上可以去试跳一下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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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谢谢你啊，王老板。那好，那我们再联系。好，哎，再见啊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承包了那个舞蹈团的？我没有啊。你没有啊？我以为啊，那个舞蹈团是你开的。阿波，你别说风凉话好不好？再怎么说，你在舞蹈团也干了两年吧？难道你对舞蹈团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夏磊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很傻的事情。你看，你这么辛苦，到头来你得到什么？你说。那。你不能眼睁睁看着舞蹈团就这么解散吧？沈总监，听说这两天你训练得很刻苦。还好，希望达到沈总监的要求。把你刚才那段舞蹈最后那节动作再跳一次给我看。好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喂。真的啊，那太好了。哎，辛苦了啊。那定的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定的十点。十点啊？怎么都赶到一块儿了？看来晚上得跑三个场子了。那晚上见。妈，默默回来了。默默，怎么了？今儿跟深深一比赛，我输了，输了两环。我当什么事儿呢？没事儿，又不是正式比赛，洗洗手，准备吃饭了啊。